去，看咱宝宝这么健康，我真的很满足的。阿婆，辛苦了。是讲这也不是咱头一边有囡仔，你哪个这么欢喜啦？相哥比起当初，我爱真记得。这宝宝就当作是天公伯啊，好好弥补机会，我一定好好保护恁的。我相信你一定做会到的，多谢你。我是囡仔爸爸呢，讲什么多谢？尤其，今仔日感情真好。你好，我刚好喊你替我订您公寓酒店的豪华客房。结婚这么多年啊，搁这么爱织田健司，搁是要制造两个人甜蜜约会。银行见一下面嘞。对，你去安排织田雪订一间温凉房间。我要制造一个真大的 surprise 给伊。是。刘克群，你这大厨当然是会大牌啊！我等这久，我宝宝要爸爸到底要变去？来去织田雪，那是张家良。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放心啦，你等他绝对有价值的。我今日就是专工来给你喂饱的。无正经的。你唔想爱我呢？你是惊无人知啊？我你欢喜这上重要呀。上好是啦。你也知影，我现在真要紧，你无要紧呢。你传讯息给我，我马上给我出来工作，拢放了我就拼过来。对了，你先跟我讲，你讲你去产检，我的宝宝怎么安怎，健康吗？当然嘛，足健康的。为着这宝宝啊，我们来调整作息，大刚早困早起，而且哦，我戒酒戒咖啡。保证，替你把这健康的小胖子生下来。阿弟啊，来，我替你讲你讲。这就是俺的宝宝，六周大，才跟你四岁礼拜。差不多一个头到遐尼大尔。而且哦，这个宝宝，这个小土豆，已经有线条。小土豆心跳声音嘛，我心中就有那边嘞，参照火车过磅空同款。医生讲啊，伊的心脏足有力的，足健康的，一分钟会当跳到一百。多谢你，我重新过做一个爸爸，我重新感受到这种感动。织田雪，你和织田健司做乌龟，甚至连囡仔都唔饲的，什么时阵变到这么袂见笑，这么油滑嘴型？我宝宝想要食物件啊！你确定有买新家伙？够
大主厨，我替你哦，拢甲食材穿便便啊，赶紧展现你的身手，煮物件给我甲宝宝食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为着要感谢你，把我的宝宝顾这么健康，你想要吃什么，我拢买出来。我期待你到来时阵。你也知影，我不爱我的囡仔叫爸爸爸。到底是要开讲还无啦？我甲你讲真话，你还甲我讲现实？不是，万分一天到两点辛苦，要甲你讲真话啊！这个现实比较真重要。好啦好啦，无等我对织田集团摕到我想要的一切了哦，我叫客户看卖是毋是要对你走。那你卖我担心过。嗯。是你，今晚什么情形？尤其，别冲呀！你画什么名啊？你跟谁开座会？尤其，这是饭店，我来大饭店应该袂讲足奇怪吧？是讲织田社长我陪夫人来，是田有党会陪你来。啊，恁两个人的关系无单纯。老总诶，听讲你这个人真幽默啦，也毋过话是绝对毋通啊，别讲哦。田党会甲我只是。工作上的 partner 尔，啊，我有代志要讲，所以唔才又伫个家啦。不是你想安尼？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我是咧想，夫人条件这么好，一定三不五时身躯边都有一挂好心啊、蠓啊咧飞来飞去。伊若是想要找小人狗，想要包养，应该嘛袂找条件遐尼歹才对。毕竟丢蛋哦，因为男女关系绯闻、旧新闻、好办哦，因足侪解。我是靠劝你啦，离较远的，莫甲伊有啥物交叉，较免哦，互人讲伊遐话，互人误会。你讲啥？多谢老总，我替你提醒。你是无代无志，使甚物性地啦？无代无志，你伫我面头前，我伫别人身上，会啷个这么硬？佫叫伊欠钱，这叫无代无钱。那你就表示，你心内对我根本就是无要无紧。我就讲，我是因为无细日跋倒，无即物是安怎？你甘愿看一个有心的人跋倒，嘛不爱看到有人救我，甲我捡一个心？那你叫欠钱什么意思啊？你超工要甲我刺激？我嘛已经甲你解释过。
因为迄个刘克群让我的时阵，迄种感觉让我袂顺，那是欠钱当初让我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我唔才会画出来。你到底是要我解释几遍啊？你无说我解释啊，我无想要听你解释，因为已经真清楚，你心内就是认定会当保护你甲宝宝的人，都甲之前解释啊尔。我只是一个工具人，你欢喜就叫我来，无欢喜就叫我走。我对你来讲根本就不要紧。对，我就是把你当成是工具人，叫你来就来啊，未来唔派，有在哩。尤其，你卖靠在你巴肚内面有我的囡仔。你有这么过分？那个高志荣不是真心要照顾的。你到底是听我跟你讲的话无？那个织田健司不是高志荣，我讲的织田健司是真正的织田健司。你讲，伊不是高志荣，是真正的织田健司。嗯。伊不是已经出车祸死去啊？再讲起话头长啦，一开始哦，我嘛只是认为讲刘克群甲高志荣生作残像的，我认为可能是一个巧合。也毋过后来，伊出来阻挡我甲阮妈要破坏魔神村的计划时阵，伊经过我的身躯边，手回过我的手盘，残像是安尼啦。这个动作是当初欠钱还未出代志之前，阮两个感情真好，一定对我做的动作。而且这件代志，也敢若我搁欠钱知影尔，就算讲只是一个卡合，也毋过伊出的迄个念头方式，伤过熟悉啦。拄只伫个走廊，伊甲我揽掉的时阵。让我迄种感觉，袂惊，就是欠钱让我的感觉啊。这种感觉二十五年来，我毋捌放袂记过。伊毋是应该车，下落山坎，而且气味爆炸。你讲你亲目睭看到的，伊哪有可能跟我咧？足歹讲的呢，爱情敢毋是甲即马阁还阁活咧？而且阁活好好，而且迄当阵哦，我嘛受着刺激，昏迷一段时间。等我精神过来时阵，我世界拢变了。怎么你安怎讲？伊敢知影刘克群即个代志？我问过阮妈，伊嘛是讲，伊相信迄拢是巧合，叫阮妈也袂想啦。而且伊讲，假使真正欠钱也无死。伊就无需要找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欠钱，予我予另外一个人束缚一世人，因为无得摆脱。怎话你可是无必要问我？织田健是死，也是无死的真相。假使织田健是真正已经死啊，那这刘克群都毋是伊啊。不管到底是不是，我感觉这件代志足奇怪嘛，足恐怖的。哎呀，我烦到得要死。不去。不管迄个人超工两个礼拜是有啥目的，我拢伫你身躯边保护你。我伫个，绝对袂当有人会当威胁你，因为你甲宝宝就是我的性命，我绝对袂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